阳明国际的电音三太子文音起舞，驻多伦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举办新年度的台湾之夜，庆祝农历新年到来。除了侨胞外，还邀请加拿大政要出席。每位代表致辞时都试图用中文说出新年贺词。新年快乐，恭喜新年快乐。除此之外，现场还有两位华裔贵宾。我很高兴今天可以参加跟你们一起，我也是台湾人，我是出生是从台湾台南，我们1970年来加拿大。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here today. It's the first time I can stand before you as the deputy mayor. I'm particularly pleased to be the first Chinese deputy mayor in the city of Toronto's history.今天晚上，驻多伦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长吴荣全在致辞时，除了恭贺大家新年愉快、身体健康外，也向所有来宾介绍过去一年台湾的政经状况，同时也强调加台关系还有拓展空间，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更上层楼。钟声随着鼓声不停转动，今年台湾之夜除了有往年的台湾美食及表演外，特地邀请苗栗卓兰实验中学舞龙队演出。他们颠覆传统，把舞龙与武术结合，将龙舞出生命感，配上雄壮的音乐，带给现场民众羊年惊喜。